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所以第八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能够将神的信息变成，你想想，就是由双水开始，当然再早点可以早过双水，由开始回到香港建立教会，到后来直情神一定要我跟母会，即是加拿大那个石安教会去分裂，去 split 出来嘛。即其实一个接一个的冲击，每一个神所给我的信息和带领都变成我的塑造，所以现在所有共同的信息都能够变成石安的塑造。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历史去成为倒模去塑造我们，去维护我们的话，那有没有在神所给我们这些意想不到和好像迷一样的这些的信息初初给我们要我们行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让这些信息成为我们的塑造，还是让这些信息成为我们的伤害呢，成为我们的怨言呢，成为我们所谓的遗憾呢？但如果想你知道在过程当中第一件事我们已经跌倒的话呢，现在肯定充满遗憾，是不是？如果由双水事件我们已经跌倒到现在，那当然在我们教会当中都有很多走了的人，他就是在那里已经跌倒了，那这个就成为他的遗憾，但是一定不会成为我们的遗憾。因为由那件事开始，神所给我们这些带领的信息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塑造。既然我们愿意将神所给我们的信息成为塑造，我们所杀的种就导致历史上的共同信息都成为我们的塑造。所以这八点就是我所讲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支援支持的面面观，是我们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知道。但是问题里面你会看到，记住你成为知情的话，他已经不能够有这个祝福，因为它是个谜嘛。你一杀种个谜题的话，你一定要得个谜回来，然后为了这个谜去杀种，那才可以得到。而并且一定要来自神的声音，因为你将神的声音去杀种，你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的回报。所以变成在那个过程当中，当发生了之后，然后你去做，就已经太迟。我们这个事迹只能够成为未来一千年里面，千年里面很多人他们所听的信仰事迹，但是却事实上对于我们的内心，对于人类的信仰和他的内心，可以说是作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个世界为什么神没有为其他教会预留这件事？因为其他教会根本连我们可能第一件所给的冲击都已经过不到了。只是香港看到很多这些禽兽牧师，百几个牧师走出来和我们划清界线，就已经知道这班禽兽他根本不要说给他们经历，他们只是在旁边做观众都已经是要划清界线，你想去做观众，不是叫他走去好像斗兽场和狮子搏斗，即是你能够想象的，是吧？所以变了在历史上为什么神没有预备给其他人呢？因为量他们都没可能得到，更加就是说本身的最大的根基，最大的根基，所有这些方向一定不是自己凭空捏造出来，或者凭空幻想出来，一定要来自倾听神的声音。所以普世来讲，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去到这样的阶段，那就更加服无论觉了。但是能够去到这样的阶段，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那就更加少。因为你知不知道，如果世界上能够听神的声音去到我这样的阶段呢，你不要说出去做先知，成为即是周围走浮的帮人恩赐运作的一个先知，你只是拎出来去讲道卖钱，都已经打冧全世界十大最劲讲道的这一些的人了。我讲的是全世界十大呢，不是讲现在，是历史加埋，你知不知道？所以如果你听完现在我的讲道信息呢，你发觉无论是几多年前听，或者你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信息，你发觉呢，你现在今天听都是耳目一新的嘛，因为这个不是我讲的嘛，是来自神的嘛。但是你就是想想，如果拥有这样的优质的利益，有几多人肯受这些的祸患，肯面对这些的冲击，在那个过程当中重要是有这么多人的不谅解，甚至你自己都不能够完全解释晒个环境是或者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要不知情的嘛，因为那个一定要对你是迷的嘛。但是只是仅仅有一样东西，就像阿伯拉罕那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唯一知道那个是神的声音，明白吗？所以变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想象这个为什神一日都没偏差去纪念所有这些的事迹呢？在教会当中，因为现在你想不纪念都不得，因为只是4794你已经要纪念双阳水，你要纪念石安当中过去几十年当中他讲的每一篇信息。原因就是说，我们就示范了一个信仰上最优质的一个榜样，去给很多人去知道。
当然我哋直直无闻咁样去做，但我哋冇谂到就原来喺历史上，神用铁一样嘅证据咧，去纪念我哋一日都冇偏差，因为佢用历史去纪念我哋一日都冇偏差咧，咁所以更加冇可能咧喺历史上为神。因为好有趣嘅就系，因为我哋教会嘅讲道咧，个个礼拜都唔同啊嘛，所以变咗我哋有个系统咧，系将我哋每个礼拜嘅讲道咧，系 match 翻喺历史上嘅每一个礼拜嘅，所以变咗而家我哋系好轻易去追溯翻，即系我讲嘅嘢喺边个礼拜出现。而事实上咧，当我讲嘅嘢既然系唔重复嘅话咧，所以变咗佢一定系指定喺历史上面，我哋教会历史上嘅边一个礼拜嘅主日信息噶嘛，就好似而家灾在一样。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我心求可亲近上帝，愿献上活祭，盼与神联系。年月默然飞逝，但我心越奋发坚毅，情意诚挚不会停结枯萎，全倾出我心灵，全倾上热烈爱情，灵里感应诚意，愿神光辉照影，求可瞻仰主荣，求可敬奉在圣殿清风心灵，让我踏进主居所，诚心的尊敬。